如果你生活的世界突然出现一个平行时空，眼前跟你同龄的男孩是你的爸爸，你是会跑过去跟他相认，还是装作什么也没有发现？自从格里一家搬进特蒙特酒店后，所有的事情都在向着不可控的方向发展。格里在酒店的地下室发现一个奇怪的标志，起初他们猜测他有可能是一个不起眼的酒窖，不曾想等他们走近一点看清上面的文字后，才发现他竟然是一处避难所。也许是好奇心的作祟，他们不加思索地推开门，映入眼帘的是一条狭窄又悠长的通道。哈珀下意识地按下门边上的开关，随即通道里面灯光接二连三地亮起，之后两个孩子便鬼使神差地朝着通道的深处走去。神秘而又梦幻的场景令他们充满好奇，在通道的尽头同样出现一扇铁门，此时的两个孩子还不知道，当他们走进去会看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。这里是一处更为狭窄的空间，墙面上的防护服和防毒面具看上去像是很久以前的物品，桌面上还摆放着老式的收音机。之后格里在不远处发现一本说明书，就在他仔细研究上面的内容时，身后的防护服突然诡异地晃动起来，细微的声音吸引格里放下手中的书转头看去，看到不停晃动的防护服，格里表情变得紧张。但他们走近一点才发现后面有一扇敞开的门，仔细感觉会发现一阵凉风从里面吹来，防护服的晃动原来是封锁导致，不是闹鬼。两个孩子也终于放下悬着的心，但门后面是什么他们还是想搞清楚。等走进来一看，这里像是一处下水道，一部楼梯直通顶面，眼前的铁链应该是连接着上面的盖子，果然在格里拉动一下盖子直接被打开。还没等格里将铁链放回原处，哈珀就迫不及待爬上去查看，随即就听见他的一声尖叫。等格里爬上一看，并没有看到哈珀的身影，映入眼帘的是一片春意盎然的树林。哈珀则是胆战心惊地蹲在一个大树下，询问格里在爬上来时有没有一种触电的感觉。格里表示他也感受到了，但不清楚是什么原因。这时哈珀突然一脸兴奋地指向格里的身后，一个身着红衣的女孩在树林里不停地奔跑，猜测那个人应该就是失踪的女孩萨瓦娜。等他们追上来时，发现一处温泉。曾听大人们说过，特蒙特酒店之所以当时那么辉煌，是因为很多达官贵人因为硫磺泉慕名而来。不过听父亲说过，硫磺泉很早就已经干涸，如今又出现在眼前，就像做梦一样。就在两人为此疑惑时，那个红衣女孩突然慌张地出现在泉水边，像是有什么东西在她身后追赶。女孩在树林里不停地狂奔，等格里两人跟上来，才发现不远处出现更多的孩子。这时两人才猛然意识到他们是在玩捉迷藏。随着一声哨响，年长的女孩提醒他们游戏结束。细心的她还发现红衣女孩的腿部受伤。等那些孩子离开后，格里两人也准备回家。哈珀脑子里一直有一个疑惑，刚刚那个红衣女孩跟失踪的萨瓦奈长得一模一样，看上去并不像是巧合。这时哈珀突然停下脚步，望向格里的身后，只见特蒙特酒店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恢复了营业，门前聚集很多游客忙着搬运行李。此时的两人心中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测，他们应该是穿越时空回到了30年前。接下来的事情更是验证了他们的猜想，一个男孩在跑步时撞了一下格里。 Bennett, pay attention. 而本纳特这个名字刚好是格里父亲杰克的乳名，不久前格里的妈妈莉亚还给他看过父亲小时候的照片。而等男孩朝着格里的方向看过来后，他的长相和父亲小时候的样子一模一样，